第十八题，某探测船在海面上以声呐探测海底地形，探测船在四秒后收到回声，则该处海底深度约为多少公尺？已知声音在海中的速度是每秒1500公尺。那我们可以晓得，我们从海面上发出的声音打到海底，然后弹回来，然后它所经过了四秒钟。那么我们一秒钟走1500公尺，所以走了四秒钟，所以我们总共走了6000公尺。但是6000公尺是来回，所以单趟要除以二，所以就是3000公尺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第十八题的答案呢，应该选的是 B 3000公尺。第十八题答案选 B。